喂，我找文慧，8280的，谢谢。喂，杨真，是行，你吗？文慧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海边啊。海边？这么晚了，能看到大海吗？能看到了。大海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你想看海吗？那你现在能出来吗？你已经出来了吗？那你现在抬起头，看着天。我看到了，今晚的天气真好，还有好多星星呢。喂，喂，杨真，我在，不要挂断。喂，杨真。文慧，你听。就足够。等你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，或许是我要的太多。是否每个人都会像我，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，也许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？就足够。等你爱我，真的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应该没问题吧，这是我的小考来季比较最好的一次。